哎呀，哎，碎碎碎碎碎，顶抽，亏档，顶抽试试看，爬过去，漂亮。哎、欸，老板，哎、欸，这边很。你怎么荒凉的？你到底是要带我去哪？听说最近 K 霸很红，我们特地为了要打 K 霸，跑到了瑞芳山上，因为北部没有 K 霸可以打。丢高呢？疯了！真的是为了找 K 霸场，然后跑到瑞芳来。没办法，我们没有时间去南部，有机会啊，还有蛮想去南部啊，有机会我们再去啊，但不要再叫我开车。刚才我在开车，你在干嘛？闭目养神。逼你个晕车，怕撑呐，想睡觉就想睡觉。你说怕晕车，所以闭目养神。啊，我嘞，我如果晕车，我可以闭目养神吗？还是我们一起去地下18层闭目养神？来到这边 K 霸展现技术的时候到了，好不好？很多网友都说你都没多强什么的，今天让你们来看看我到底有多强，好不好？你是说金钱的部分还是？很久没打了，要确呢？会不会变？哎、欸，很有可能。上次去那个东头甲港地搜索一下，然后呢被电爆，爪子有点大，不是很习惯。不过我今天打应该是……先不要讲大话，先不要讲大话，我们先试试看再说，先去换钱。你有带钱吗？你带多少？1000，人家在保价1990的，确定的。哎、欸，老板，老板，还是我们不要打娃娃机，我们打弹珠台啊？你觉得如何？但好像可以玩比较久哎。开打，开喷，你要先打第一台啊？一台一台来啊。哦，好哦。一个，怎样？我怕你身上的钱连一台都不够。你要这样攻击，你要站在这边试试看。哇，里面有专用电风扇哎，好高级哦、喔！哎呦，怎么样？如何？哦、要习惯一下，因为视线不太一样。还是要这个有点低，所以我要坚持。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我们看你表现。再低一点啊！打个台还要蹲马步，蹲不下去，这样太胖了。哇，观众一直说你变胖。我知道我变胖，很吵。你的爪力很够哎！你现在是在说观众吵了哦？爪力很够哦。有说 K 霸不开爪力就不要做啊？谁说？很多人都说 K 霸一定要开爪力哦。也是要看人做吧？啊，捏袋子就好啦。目标就是捏袋子。对啊，捏袋子就好，感觉他捏袋子也会浮哎。哇，打个 K 霸姿势变这样，什么意思？哇，哇，捏这边不会浮，深一点。哇，才要讲说你那个拉在前面之后就要挡，你不挡就拜拜。哇，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哦，拉拉拉过来，对啊，我觉得你不挡的话，应该花更多钱。好，卡爪，我觉得再拉一下会比较好吧。这样有吗？有挡到吗？太深了，哎呦，哎呦！哇，这个运气你敢信？哎、欸，他刚已经在挡板上面，没关系，常有的事。我是觉得我们是不是要早一天去拜拜？想是。哎、欸，我想问各位网友，要祈求夹娃娃运气变好，请问要拜哪一尊？拜哪一尊？关圣帝君。是这样吗？叫网友底下留言、啊，如果运气不好的话，请问要拜哪一尊？他站起来了。哎呀，没爬过去，可惜。那个爬过去就有机会了。地基主。哇，顶到！
它不是可以凹下去吗？如果你顶到让它凹下去，有机会吗？拉不过，蛮稳的哦。对对对，你顶到让它凹下去，看可以不可以。很稳哦。你刚才不是说你一千块要扫全场？我看你打完第一台就没钱了。不过，要确定呢。确定呢、欸？哎呀，哎、欸，碎碎碎碎碎，顶抽，亏一趟，顶抽试试看，爬过去，漂亮。哎，刚才你花了多少钱？好像也不轻松。你好意思？可以哦。白烂猫。屁啦，它不叫白烂猫啊。好，哪一台？谁台啊？前面那是大鹅狗，右后方那应该是美乐蒂啊。前面这只应该是那个啊，不是啊，前面这是美乐蒂，后面是库洛米啊，白痴。对对对对，哦，所以这台是比较哦，力道比较没那么强。烤起来，可惜。而且比较难收。是哦。这样子，让直下，然后嘞，卡爪带出，完美。哦。好像不太好。我觉得打法应该也是用溃烫的方式。溃烫，然后用翻的。你压住它了啊。哇！这一个是最大。哇！快跑，快跑！你不想打篮球？你不想打篮球？那我们去部落米的枕头。刚刚那个爪力感觉。哇！哇！你要跟我说剩下我没爪力。哇！尴尬咯，真的尴尬咯。唯一的黑板场，糟糕。哦，这个甩幅很大哦。哎、欸，啊，怎么自己收掉？什么意思？啊，线，他线那个啦，反转的啦。哇，专程跑来瑞班。影片拍不到十分钟。有啦，那个线反转的啦。哇，笑死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哎、欸，好像可以哦，好像啊，它上停有点久。拍过很过了，差不多2.3、2.5吧。哦，你这样可以打两拍抽头呢，有机会吗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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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又倒下去了，我怎么办？你只能打篮球了，是不是？我只能打篮球了。对啊，来的时候他才在调态。对啊，不知道会打怎样。帮台主测试一下。哟，我还以为人家调那么辛苦，你十块就要给人家出。我还以为他替我打的。哎呦，够饱！好，老什么要来了吗？确定呢？哦，更近了，更近了！太饱，还是要后螃蟹？哎呦，前面那个也顺便拉一下。你也是很厉害、啊，所以下面那一盒啊，下面那一个吧，让后面那个补位啊。好像
哦，这阵型不错。你说什么？宝夹的阵型是？这个阵型不错。哎呀，宽边。哦，你这是什么阵型？八卦阵。哦，所以你觉得现在阵型不错，那就可以走了、啊。哇，还行啦，左前方位置而已。是我们要夹有球的那一个。对啊，啊你就甩进去啊。爪力真的是蛮够的，这一台夹两个出一个的，爪子够大。哇哇，多好的，1000块要少全部按，现在1000块打几只了？有，我有各打1000了，发现不太快。老板，等一下你可以在线上抽好几次奖。他说满300元可以在线上抽奖，你已经满。抽特斯拉，抽阿斯拉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我要点开。一次夹两盒嘛。夹两盒。对啊。然后拖一盒，有没有？哦，夹起来！刚才看他那个爪力，就感觉可以啊。哎呀！有机，哎呀，对对对对，就那样。那个临界点那个。对，那你现在抽哪里？抽腰还是抽底？哎呀！哎呦！哎，你今天的运气。刚刚我们在直播的观众有提供你几个来，是不是该来去拜一下？这个运气。一样再抽两个。对啊，直接再夹两个。就很难甩进去。抽，胸高哇！怎么去右边？这个运气真的是哦。哦，平台，没有满满的大平台了。哎呦，哎，球让它溃烂有机会吗？怎么啦？球让它溃起来啊！你一样夹盒子，让它往前带啊，球溃上这样。啊！没有路爪空间。有吧？怎么会没有？他好像只能夹盒子，不能夹球。可是这很危险。哦，要游起来，然后呢？我们要夹就很麻烦，有球了不好打。你看，你是不是还是要夹有球？还是你这一盒过去过得去吗？这个阵型，那、啊、你这个要不要下来打？等下我都不用入爪了，笑死我！哦，有拉到哎、欸！我要把这个弄到。哎、欸，好像球那样真的。它现在影响到我。影响到你什么？要么就倒下去。我、哦、倒了。要怎么可能？要打二楼？打西啊？你确定？好啊，来啊，试试看，凡事都要试试看嘛。对啊。你这不是西耶、欸，哥哥。打西啊，还是抽啊？哎、欸，这个顶抽抽哎、欸，冲啊！还、欸、可以哎、欸，可是掉进洞里。再抽一次。然后又掉到右门。笑死！我就跟你说会掉到右门，不信哦，我会笑死。难怪网友都要说你是很省事。不要这样，人家那是我的忠实粉丝，懂不懂？就只有他们才会注意到我，对不对？不然大家都只注意你啊。这样有道理哈。的整个阵型，阵型大乱，福州海撩撩，全部都躺平了，还有监视器看得很开心，谁考？那现场到那里了，是不是？有时候很长，有时候很短。
什么意思？他想办法把它捞起来。什么叫做他有时候很长，有时候很短？有时候很长，有时候很短。我怀疑你在开车，但我没有证据。哇！可以剪了，我右门已经塞满了，等一下就不会有掉到右门的问题。问题是你等一下要戳得到前门的。哦，所以你现在右边打平，就是为了不又掉到右门？了解，计划通，合理。哎呀，没过，可惜。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爪子太大了，他没有办法，对啊，甩，撞玻璃，甩大一点就会撞玻璃，就会合爪，可惜了。哦，啊，然后咧，挡一下吗？你说挡好，挡满了，看看还可以去吗？一个适合的爪位。哎呀，还在，还在，还在，还好。哎、欸，还是你要再试一次顶抽，宽边的啦。哎、欸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把握，把握，冲啊！对啦，笑死。有啦有啦，你右门坐平台对了啦，会笑死我。我会拿着那一颗球去打回去。你确定、啊？然后今天来这个山上 K bar 给大家看，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就是爆声很大。但我觉得蛮衰的。现在蛮流行 K bar， 就是它可以摆跟以前一些瓦吉不太一样的东西，东西都可以摆很大。对假设来说，对客群来说，就是那个十块 CP 值变大了。比如说台南有很多 K bar 场，我们再找时间下去看看。北中南哪里有，帮我留言，我就会去看看，打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好哦，可以打那个野兽国给你看，这样比较不会输钱。哎，野兽国保价，你确定呢？我们可以建好就是。哦，是这样哈、哦。好啦，这个我留在家里没什么用，我就抽给观众，底下帮我留言，帮我打篮球。OK 啊，我们就会送你价值。900多的，900多的布洛米篮球这样。布洛米篮球，你是九官鸟是不是？公玩认证，公玩亲手打出来的篮球。OK OK， 然后一样帮我关注我的 YT 抖音 IG 好不好？还想看我去哪里打台？底下留言，什么临时场、野场，我们都可以去。好 ，OK。听说那个小琉球，哎、欸，还绿岛有开老虎蜜蜂，真假的？我们要去吗？你本岛都还没去，你跑外岛 ？OK 了，好，下次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